今天呢，正在研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时候，总书记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教室，坐到了同学们中间，一起来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政研讨课。总书记对我们寄予了厚望，我们更应该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之上将这个精神给传递下去啊。他就说，新时代的青年呢，要做开路先锋，要做闯将，这样的话对我的激励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它既是一份光荣，也是一份责任。联想到自己作为当代的青年啊，内心是非常受到鼓舞的，并应该更加的严谨扎实，用自己的所学去回报祖国，回报人民。希望大家牢记党的教诲，立志民族复兴，不负韶华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，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，争取跑出你们这一代人的最好成绩。